一经发展旗下荃湾影日湾公布首张价单，涉及238伙，价单定价介乎4,097,000至16,811,000，尺价介乎17,525,000至21,592,000，采用105天职工，最高可享7%折扣优惠，当中22伙开放式折实平过400,000。首张价单户仍有开放式至三房，扣除职工7%折扣，价单折实价介乎381,000至15,634,000，折实尺价介乎16,299,000至20,083,000。入场单位为2座3楼 B 室同埋3座3楼 B 室，实用面积217平方尺嘅开放式单位，定价409,700,000。尺价18,880,000，扣除折扣，折实价381,000，折实尺价17,558,000。而尺价最低单位为3座3楼 A 室，实用面积690平方尺，为三房连套房及储物室间隔，价单定价12,920,000，价单尺价17,525,000，扣除折扣。折实价11,146,000，折实尺价16,299,000。我哋有自己嘅安排，自己嘅计划。咁我哋其实资金亦都充裕。咁我哋其实系跟翻我哋业主嘅计划去做。咁我头先解释过啦，今年系我哋25周年嘅庆典啦。咁我哋有我哋原本嘅计划。咁我哋觉得即系仍然对个市场乐观嘅。咁所以我哋拧翻我哋自己步伐啦。咁譬如你睇到頭先，我哋覺得就譬如我哋老闆不停話，喂，我哋就不如用一個非常平民化嘅價錢。咁我希望係對呢個社會有啲貢獻啦。呢個老闆好清楚要我同大家講嘅信息。